资深师傅，一或是新手司机，你都信誉找车，我们都有专人跟进及培训，车主投资全程紧贴服务，信誉车行，任何天气与你同行，电话9338398。司机唔该，龙凤街。咦，靓女又系你，就系龙凤街前面啫。哦，咁啱嘅，我攞匙噶。咦，司机你部的士有冇卡机咁得意嘅？嗱，啱啦，绝对系你呢啲赶时间又冇带 cash 嘅福利嚟。Wonder 卡机系我哋嘅升级版，支援18种支付方式。有咗佢以后，再唔需要上车前揿定钱先，拍一拍部卡机，乘客就落得车。到啦，小姐，用人哋俾车有优惠喎，你有冇？有。哇，有呢部卡机真系方便好多。Wonder Taxi， 一扫即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快一个礼拜啦，又系云呼车行冠名赞助嘅的士新手指南。咁啊，好啦，嗱，2024年咧就到差唔多倒数咁滞啦，可以话啦吓。咁哇，我近期上网睇到咧，原来咧大榄隧道咧要去2025年咧，至啊收归国有，政府收翻。咁几多月咧就冇讲喎，好奇怪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所有嘅隧道咧都已经系咧，除咗大榄隧道咧，已经实行咗二通行噶啦。咁但系有个问题啦，本人都试过嘅，就系、是。過隧道過得過癮得滯，連大欖隧道咧都以為有二通行就照衝。咁好啦，咁啊問題又嚟啦。我問一啲打理人，佢哋咧就即刻話：，唉冇啊，寄信嚟啦，交120元行政費啦，再加58元嘅本身隧道費要交啦，咁啊變咗成兩嚿水咁滯喎。咁嗰啲行政費邊個俾啊？喂，司機充，梗係司機俾啦。哎呀，咁啊死啦！充一充又要俾120元行政費，但係咧經過我咧打電話去管制區嗰度問咧，原來係咁樣嘅。大家記住啦，我都知道咧，大家好唔覺意咁，好似我咁樣充咗呢個大欖隧道嘅。咁但係你要記住，原來係咁樣嘅。記住一個密碼就係424。咁究竟係咩咧？就喺4日之內去到大欖隧道嘅呢個行政大樓嗰度交咧，就可以以58元。如果的士嚟講啊，58元。處理你欠交呢個隧道費嘅四係乜嘢？24係咩啊？24小時運作嘅，唔理你幾多點，你24小時之內去到咧呢個大欖隧道行政大樓咧，都可以交你嘅欠款嘅。咁所以記住，如果四日之內24小時任何時間去到行政大樓嗰度交呢個隧道費，咁就得噶啦。四日後咁就唔理你噶啦，四日後你照交咧。都是要交呢個行政費的啦，到時損失又你哋82元啊，大佬而家可能做成粒鐘都未必有支82元旗噶嘛，係嘛？咁啊提提咁多位啦，咁啊記住，咁啊係啦，可以嚟51009或者睇到雲富的士管理嘅電話5121-0011，揾阿等 Sir 咁啊上呢個我哋的士新手班嘅實戰篇啊，哇！記住啊，實戰啊，我哋嘅內容咧都會有喺埋裏邊嘅，咁啊都有啲阿等 Sir。嘅獨家秘技喺度㗎，因為咧佢咧原本咧佢都係一個的士司機啦，咁啊佢梗係佢喺行頭咧都知道咧佢係有一手㗎嚇，咁啊咁今次咧佢啊真係唔怕啦，將自己啲嘢啊秘技公開帶教俾大家呢個實戰篇，咁啊得益唔少㗎，咁啊有啲好多朋友啦，近期咧就上課嘅空位咧就空閒咗多咗啲出嚟㗎啦，可以咧大家咧。盡快嚟報名啦嚇，咁樣，因為前排咧就緊湊咗好多啊，咁啊，等 Sir 咧好樂意咧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咧都係揾到食。咁你話喂，我未必同你租車嘅喎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呢啲唔知啊，咁咧都係歡迎嚟報名噶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你想揾車嘅，咁啊呢個更加冇問題，即時咧。唔好話即時嘅，盡快咧同佢可以同你配對到嘅。無論你係需要邊一區咧，我哋咧都係有嘅嚇。咁啊，記住我哋 U 嘅跳躍教室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佢記住。5121-0011，好嘛？今日差唔多，繼續留意以下精彩嘅內容。Yo， 8月23日嘅去吧艇到冰場繼續臨搞 ，Patrick。咁啊，星期三今日啊，有冇馬跑咧？我唔知啊嚇。我都唔賭馬。係嘛？係咯，我都真係唔知啊，完全。冇賭好耐，大佬。攞佢講起賭馬，我嗰日就去食盤菜，入去依個圍村食盤菜嗰啲人先問。
喺度同我講馬經，我心諗我拗曬頭，我樣咁遲到嘅咩？係嘛？可能人哋即係索到你以前啦，係嘛？唔識嘅喎，我唔識啊，係嘛？啊！講完一次我話唔到佢，咁可能人哋睇。我哋望咪咪想盜我賭啊？唔係，應該有睇節目知道你以前係爛賭爾咧，以前係咪啊？咁樣想問翻你攞貼士係咪諗住咁啫係嘛？咁啊好啦，嗱咁啊就賽馬即係通常跑馬賽馬日咧啲生意咧反覆啲嘅，咁啊但係咧一去到銅鑼灣跑馬地嗰邊咧，哇就驚驚地㗎係嘛嚇，因為咧就係封路嗰啲嘢啦，咁一定又喺跑馬地㗎，可以喺沙田。咁嗱，禮拜三多數夜晚係咪跑馬地？我都唔知啊嚇咁樣。咁啊好啦，嗱就去跑馬去跑馬地啦，個個咧尤其是揸住張份馬經嗰啲啦，通常呢啲聽到老師傅教落咧，我睇你唔到咁樣㗎嘛，咁樣嚇。咁啊，但係有啲嘢咧，你真係焗住要睇到。咁啊，但係咧最後咧搞到極不愉快啊！我哋睇睇下個 po 先啊嚇，咁樣就係各位行家小心似人喺落馬側的士站上車，一件三尺乘四尺再乘兩尺咁大啊，咁大呢個抽油煙機佢就知道啦，可能有睇到個牌子啦嚇。我話要加30蚊，佢話好。去到上水站就反口，只係俾六雞啊。之後咧，佢係 call 差人嚟，阿 Sir 叫我算啦，做多兩支旗好過啦，抖錢落去啦。總之各位學家千萬小心。咁好啦，嗱，首先講咧呢樣嘢咧，嗱，其實本身有問題，係啦，有留言啦。咁啊呢位行家咁啊影曬啦，咁呢件嘢真係超大嘅貨物啊！我要強調係一件貨物，嗯啊，咁啊真係超巨型嘅。今日亦都睇到嗰、那個乘客啦，咁啊鋪咗出嚟啦，但係佢係遮住個樣啊，唔知想點啊，遮到咁樣。其實佢擺到車尾箱㗎。係啊，應該就擺到嘅。跟住咪綁拉條繩。係啦，而家佢係應該是四仔嚟㗎啦，我唔肯定啦。咁樣，咁啊好啦，嗱，咁首先一睇落去，好多留言已經一嘢扮落去啦，就係你做乜要加30蚊？你已經係濫收車資。係啊。你問我，我根本就覺得你濫收車資。你唔好覺得佢嗰件嘢大咗就你自己撞先得㗎。係。即係你。嗱，我就算將佢斬開三份啦，你就當六蚊件都係18蚊啫。啊，咁啊係喎，都係，係嘛？係喎，係嘛？你一邊收人哋又收人哋30蚊咧？嗱，如果我會覺得睇下大家研究下啦，同嗱我提議就同大家吹下水呀，唔好扮我啊，唔好查我啊，會唔會同佢講？你因為你依係貨物，如果你需要搬入，我同你講個包車價會唔會好啲咧？依度會唔會都唔得噶啦？都係濫收車資噶啦！你喺而家係你係直接對話就已經係濫收車資，即係唔好做埋啲無謂嘢咯。係啦，你不如索性唔做。係啦，如果咁樣就如果都咁樣都唔得嘅，我就覺得你不如唔好做。你又驚整爛張凳？係。咁事實上我都覺得係整爛張凳噶喎。有機會㗎，有機會㗎。係咪啊？你拖入去㗎嘛？係啊，嚇咁樣。咁啊，既然咁樣啦，係啦，都係啦。好多朋友咧就留言都話：你咁唔好做啦。做嚟咩啫？你玩到報警，真係嘅差人同你計。咪即係六蚊，都係一件禮物，一件嘢啫喎，都一件嘢嚟嘅啫喎。佢差人冇錯喎，係咪一件嘅啫？喂，已經放過你㗎啦，即係啲講句真係，告你濫收車資，仲要雙重扣分制，係，咁咪10分㗎咯喎。係啦，咁嗱好啦，如果個乘客主動出聲咧，咁又唔同，當老貼。咁但係即係咁嗱，佢落到反口你都係啦，佢因為佢最撲街就係呢個反口啊嘛。佢話俾100蚊都得啦，係咪先？你係咪錄住佢咧？揸住部機錄佢又唔俾你錄。係啦，嚇咁啊！所以提大家啦，其實咧就客貨分家啦。同埋咧，就認唔到佢噶。佢唔通日日攞部抽油煙機咩？咪咯，除非真係送貨嗰個啦，電器鋪嗰個咯。我都唔明點樣小心似人。係啊。你又冇嗰個人嗰幅相。係。係咯，即係點咧？唔到，淨係知道佢光頭。佢遮住咗，係啊，成個暴露圖咁嘅樣。哇哇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咧提大家啦，見到咁樣咧，即係希望客貨分家。係嘛？叫佢 call 貨位算數啦。係啊，搞到而家你睇幾又俾人鬧，又冇人係嘛？你直接攞出嚟都俾人笑啦。咪係咯。哇！大家係咪見到咁多台灣美食咧？係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應該去邊度咧？個地址咧就喺葵芳榮芳路嘅恆景商場 G 樓，好易揾嘅啫，就地下。係啦，咁啊唔使特登搭飛機去台灣啊嘛，就有地道嘅美食啊，係嘛？好食啊！記住啊，咁多位師兄咧，就拎住的士司機證，咁就85折嘅優惠，11-9啊嚇！記住呢、這個85折嘅優惠，11-9係佢嘅營業時間。喜信車行紅巨東區幾十年。
自置物业，实力毋庸置疑。牌照买卖、投资托管、搵车开工，嚟喜信车行是你最精明的选择。马上行动，喜信陆续报，好运每天来。带给大家舒适方便之外，还为我带来财富。有日升帮我管理，是我明智的决定。服务的士业界近四分一世纪的创纪车行，处事公正，车队管理优良，凡事责任行先，尽心培训新手司机。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业界，创纪车行是你不二之选，我林九诚意推介。创纪大家庭随时欢迎你。好啦，嗱，你嚟紧呢单 case 咧，嗱就冇人笑啊，就觉得哇掂啊，呢做老豆做到咁样。想唔想我帮佢读一次啊？好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阿明啊，系啦，咁啊，任职香港警察，享有免受刑特权啊。嗯。咁啊，裁判官啊，苏慧德。判刑時引述報告內容正面啊，顯示被告有悔意，亦交代了屋企的背景，有長時間及穩定的工作，再重犯機會低。蘇官考慮被告認罪，已就撞爛、損毀的物品作出賠償。咁法官亦認為被告有深刻反省及良好品格，決定判6000罰款及200小時社會服務令。被告余佳炳啊，應該係余佳炳係咪個姓余啊？咁啊，被控咧就7項無牌駕駛罪，7項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罪。控罪指他於2024年2月6日至12日期間，駕駛一輛登記號碼為 YY1330 的私家車，當時沒有相關車輛種類的駕駛執照，亦沒備有一份有效和符合汽車保險俗稱第三者保，即係第三者保險啦，條例規定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單及保證單啊。嗯、OK， 咁啊就係咁啦。嗯，咁好啦，咁最後咧就係即係啊，依度亦都令到人哋咧就喂無牌駕駛4次喎、哦，係嘛嚇有悔意啫喎，而家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咧就唔使收監。嗱、啊，我哋聽到咧不嬲咧，大家都知道嘅，你要去法庭咧，譬如被判處你要停牌啦，跟住就約你日某一日，如果你嗱嗱、啊，如果你收信嘅係扣滿分咧。你唔使上庭噶嘛，係咪先？即被記滿分啊 ，sorry， 被記滿分就約你呢個日子去法庭交牌噶嘛。啊，都要上庭嘅、啊，即係都係上咗庭嘅。係都係要噶嘛。咁好啦，譬如你喺上邊就啱啱判完你危險駕駛或者不小心駕駛，被記10分5分，跟住佢就叫你下邊去下邊再交牌俾另外一個法官噶喎，咁樣噶嘛。咁嗱，個法官通常都會事先聲明到不得知咁清楚嘅，同你講，而家沒收你個牌。如果你在停牌期間揸車，必定收監。嗯，我親耳嘅睇住嘅嗰陣時，因為啲法律問題，我要係咁點解而家又唔使收監嘅？其實咧，佢應該係揾咗個律師啦，當然，嗯、個律師應該傾好曬偈去判先判嘅。係，即係你都知道我哋司法係唔係嗱，即係依個係傾偈啫，啊，冇妨礙司法公正嘅。嗯咁啊，即係大家心照啦。嗯咁、啊、最麻煩咧就係咧，即係又咁講啦，佢個身份啊嘛。你休班警唔係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嘅咩？係啊，你唔使坐。其實如果即係咁樣講，譬如當坐1個月，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，就要坐3個月嘅咯喎。我覺得，但係而家又唔使喎，係咪啊？社會服務令200粒鐘啫喎，200粒鐘都唔係最高添喎，好似係應該係240小時喎，最高就係、是。嗯，係嘛？哇，即係係啦，我估佢又揾咗啦，係咪先？一定有㗎啦、啊。即係咁啊，證明咩嘢咧？啊，大家明啦，係咪先？識揾啱律師咯。啊你仲啱對仗對啱裁判官咯？係啊，係啦，可能係啦。喂，我哋即係我哋見到有啲即係不負責任嘅司機，戇居居咁巧俾人鬥正，你冇牌嘅都要收監。佢呢個仲係發生意外添喎。係啊，
係嘛？嗱，大家都知道，好彩冇傷人咁啫噃。係啊，嗱，好簡單，醉酒後駕駛，如果你冇傷人，即係啱啱咁巧吹波吹中你，冇發生任何事咧，都仲有可以話即係有機會社會服務令啊，或者乜嘢？其實都多鬼餘嘅，你撞爛係唔係都要賠錢？都要賠噶啦，一定要賠噶啦。而家係發生意外，即使冇傷人。都要即時，即都一定要入獄噶嘛？醉酒駕駛都一樣嘅啫嘛。咁你無牌駕駛等紅啫嘛。而家就係發生咗意外喎，係啊，係嘛嚇？幸好嗰度係冇行人，冇其他人，仲要係四次無牌駕駛，你都可以。即我理解唔到啦，我唔敢挑戰香港個司法系統嘅，係係啦，因為即我哋嘅司法系統我不如挑戰嘅，係啦。咁但係。即係你話作為有四次嘅無牌駕駛，你都話佢駕駛唔係，依個係一個良好態度喎，良好態度就賴咗一次就唔會有第二次啦。嗱，佢被控咧就係有七次無牌駕駛嘅，但係佢承認四次。嗯，嚇咁啊？究竟係咩？即係我唔理嗰啲話點樣揸點樣迫於無奈啊！老婆大肚嗰啲唔好講呢啲啊！老婆大肚會坐的士都撲街，係咪先啦嚇？或者 call 把車咯。喂，我覺得真係咁樣叫有悔意啊！佢即係最驚佢呢個炸彈嚟嘅，會唔會繼續喺街度行咧？係啊，同埋最好笑就裁判官話佢已經作出賠償，賠就梗噶啦。係啊，賠就梗噶啦。係咪啊？嗰陣有冇警察做咧？判24小時。啊！我真係唔知喎，呢啲係喎，佢罪成嘅喎，呢啲關唔關事咧？究竟我都唔知啦，係嘛？係咯，嚇咁啊！但係咧，即係唯一讚佢老豆咯，嚇佢老豆篤佢咯，篤灰咯，即係報道就咁。佢而家仲要唔係自首添喎，係喎。係啊，老豆篤住喎，嚇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律政司又可以考慮上訴嘅。嗯，真係嘅，講真句嚇。即係如果咁樣搞法，即係香港嚇。冇錯啦，即係令到人哋覺得即係依個制度真係唔係幾理想咯。嚇嚇嚇！就算佢八月，因為依單事件係發生喺今年嘅二月，佢八月考核車牌考唔考關咩事啫？唔關事㗎。係啊，唔關事，我唔需要提嘅呢樣嘢。你總之依段時間係冇就係冇。咪係咧，啊，所以都係嗰句啦，即係原來大家都明㗎啦。我諗留言大家都知道咩事啦。你即係有陣時你啲嘢咧，唔可以話俾人覺得話。唉，佢因為佢差人啫嘛，你哋啲人為乜乜？唔係啊，我覺得就算嗰個唔係差人，我哋都會講噶。係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好難令人聯想唔到佢有特權。係啊，嚇。係嘛？即係你應該係對於警務人員更加嚴厲啊嘛。梗係噶啦，因為你係熟悉法律嘅。係啊，知法犯法咯，係嘛嚇？咁啊，真係最加等啊，大佬。冇錯啦，大家希望嚇，唉，少即係。我哋就唔好話叫你哋，唉，唔使驚，無牌駕駛都係嗰句，無牌駕駛係一個嚴重嘅罪行嚟嘅，嚇，係就絕對有收監，咁啊大撤離我，唔知點解，啊，真係理解唔到，係啱曬啦。咁啊好啦，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咁啊聽日同樣節目時間再見，拜拜。Wonder 司機註冊流程，掃描二維碼，滑到應用商店搜尋 Wonder。打开 Wonder 应用程式，点击注册，填写个人资料，填写 SMS 的验证码，然后输入电邮，填写电邮的验证码，准备身份证进行身份认证，扫描身份证正面，扫描身份证背面，扫描样貌，请确保有足够灯光，冇物品遮挡颜脸。设定登入密码，选择个人账户，在的士司机区域选择立即激活，准备好你的的士司机证进行扫描。方法有两种，你可以直接对准司机证拍摄，或者手动上传相片。系统会自动分析并填写司机资料，如冇问题，请按确认。恭喜你进入到呢个画面，代表你而家可以电子货币接取车资啦，提取款项至银行户口。初次提取款项至银行户口，呢个系一个一次性嘅步骤，之后再做就会简单好多。点击付款。
点击立即付款，点击新增收款人，点击下一步，点击 FPS， 拣选 FPS 转账方式，输入收款人资料，输入昵称及支出类别，选择转账目的，填写金额，确认转账内容，完成及收到短信。往后提取款项至银行户口只需三步，在最近的收款人中选择自己，确认转账目的，填写金额，确认转账内容，完成及收到短信。恭喜你，你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将收入存到银行户口。就在前面停下，我揸 Uber 啫，就系揸 Uber， 全世界都冇事，香港咧出事。胶轮货品应有尽有，设备先进安全，电脑四轮定位精准可靠，多款热门轮胎优惠价发售，换胎做定位套餐平通全港，上路路畅通，生意兴隆，嚟成达啦！大家睇完呢个咁好睇嘅节目，系咪好想继续无限 loop 呢？如果系嘅话，即刻 click 嚟呢度，又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俾个 like 同埋 share， 同我哋一齐倾偈啦！哟～